妈妈。咋办呀？医生说再不交钱，我妈的病就没法治了。你先别急，咱会有办法。可是我不能留下我妈不管呀。放心吧，老公想办法。这是50000块钱，也不多，我一点钱吧。这哪行啊？这钱啊，我们不能要。这钱呢，是给你母亲看病用的。来，拿着。我啥给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写个欠条。不用你们管，这是尽孝的钱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一定不要给自己留下，害了妈的命。看江湖会有几人归，纷纷乱乱是是非非，什么是兄弟？